大家好，我是静听，今天我们分享这个小娃娃的表演的打底裤，看到没有？这样的一个裤子，这样一个表演的小娃娃的裤子，但是它是个开裆的，开裆裤我们怎样来给它缝起？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拆了，有一个0.1线，两边这不是窝的线吗？这有个0.1个线，给它拆掉了。拆掉，然后啊，就用机器。缝好裆了以后啊，我就没有给大家展示，那个手机它卡了，然后我录像就录了半截儿，但是我不知道啊，这家伙真的发视频的时候没有那个成品，下一次一定给大家补上那个成品啊。这小孩子的缝裆裤啊，给他缝好了以后，小孩子爱穿，就跟我们家孙子一样。穿到那个开裆的裤，他说那个裤子烂了，他就不穿了。